辩论会太激烈，以后别做朋友。职业妇女她也相对的很容易把职场上的口吻带回家，但是全职妈妈也有可能把老公当小孩，就因为平常就跟小孩讲话，你吃饭饭了没这样，她都是讨假包啦，对，阿玲在做假账，你干嘛？你们两个自己私底下是好朋友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今天以后就不是了。